大家好，我是阿元，我是阿胡。今天我们去做什么？挖笋子，出发啦！咪咪果独木桥。找到它了，死竹笋。这儿也有几个小的，这还有。搬麦桶。全部都是老的，上面有嫩的没得？有，哇，好多哟！金燕子还没看到孙子冲来，装大飞机跑了。哎呀，他的老公啊！哎，赶紧来，看。哦呦，一锅黄了还。回去喽。好多大蝴蝶。
嘛。我感觉笋子都好好吃，吃吃。真的是，我给你半杯都回去要。我巴不得。